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澳门唱作歌手，我是 Aaron， 咁大家都叫我铁姐啦。咁我咧好中意唱歌，亦都好中意写歌啦。咁非常之好彩，前几年咧得到阿一常同埋我老公 Jason 嘅一啲嘅 B 级嘅传授，好庆幸咧。有兩首作品咧得到咧大師級人物嘅認可啦，咁仲攞埋 Marca 嘅流行歌創作大賽嘅冠軍啦，最佳作曲、最佳填詞呢三個獎。咁其實咧 Marca 嘅比賽咧，我覺得對於音樂人嚟講咧，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。對於我嚟講咧，都係 push 我去創作一啲歌啊，同埋作品嘅動力同埋機會。咁當然啦，作為 Marca 嘅 member 咧，每年收到 Marca 嘅版税咧，亦都係 push 我去創作更多音樂嘅動力啦。因為我知道咧，原來背後有咁多人去聽我嘅作品同埋支持緊我嘅音樂嘅。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支持我嘅作品同埋社交平台，我會繼續咧唱多啲好歌同埋寫多啲好歌俾大家聽嘅。